我要解说的是生日蛋糕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四条气球。第一条气球做四个六，然后做连接。这三条气球把它绑在三个节点上面，然后我们气球向上，这样看得比较清楚。我们做两个六。右边做一个六，然后这三个六做连接。第二次做一个六，一个二。六和二做连接。第三次同样做一个六，一个二。做连接。第四次做一个六，然后穿过这两个六。卡住，接着我们要做两个六，同样的动作，然后这边做一个六，三个六做连接，接着这边做一个六，一个二。做连接，第三个同样做一个六，做一个二，连接，然后再做一个六，穿过这两个六的洞。卡住，好，我们这个小炮是在内圈，然后这是中间，这是外圈，我们连续做十二个，然后把它围成一圈。小炮在内圈，这边是外圈，小炮在内圈，然后中间给它塞那个三寸圆形气球，三寸塞进去，这个大的圆形气球塞进来做装饰。我们这个可爱的生日蛋糕完成。